教你用剪映制作画面交错显现效果。打开剪映，画中画和猪鬼分别导入人类小姐姐，画中画和猪鬼相同大小，画中画开头打上关键帧，点击不透明度，不透明度调到零，间隔一秒打上第二个关键帧，不透明度100，按照此方法交替制作。下课你学会了木有？逆袭卡点一学就会。什么是逆袭卡点？通过前后照片或视频的反差对比表现逆袭感。你长这样谁要？首先准备一张黑照和几张美照，对比越大越好。第一步，点击右下角的碟片收藏原声。第二步，打开剪映，导入黑照与其他照片。第三步，点击抖音收藏，导入收藏音乐，然后点击踩点，选择自动踩点，给音乐添加关键点。第四步，调整照片长度，使照片依次卡上音乐点。第五步，点击动画，第一张照片选择旋转降落，后几张选择向下甩入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他动画效果。最后点击文本，打上字幕。手把手教你制作卡点视频。首先打开剪映 APP 开始创作，把十张照片导入项目。第一步，点击添加音频音乐，在卡点音乐库找到芒种使用。第二步，选择音乐条，点击踩点，打开自动踩点，选择采节拍二。第三步，把每张照片调整对其踩点位。第四步，打开剪辑，选择动画，给每张照片添加喜欢动画效果就可以了。想到你如初，很久不说，足以过海角。十秒钟教你学会抖动卡点。打开剪映 APP， 导入拍摄完的照片或者视频。第一步，点击音频，添加自己喜欢的音乐。第二步，点击刚才添加好的音乐，点击踩点，在音乐鼓点的位置点击添加点。第三步，把每段视频的长度对齐刚才标记的小黄点。第四步，点击视频条，点击动画，给每段视频都加入抖动的特效。最后一步，点击比例，把比例设置成9:16，然后点击背景，添加一个自己喜欢的背景就可以了。看一下成品。